我是从树上找到的，我是用树枝割下来的。因为那个树叶飘落下来，然后他在地上捡到了，而且他觉得这片很可爱。哦，那找起来，哎，摸起来毛毛的，这边是毛毛的。大家该吃树啦。这边是光滑的。啊，这树是安尼，哇，好好难难难难，吃了那个几贵啊。毛毛虫吃掉的。对，这个是虫虫吃掉的。这不是现在也有虫虫。这个是虫虫的吃的，虫虫的窝哎，虫虫的窝没有注意看。这个叶子可爱吗？姐姐，弟弟，你在干嘛？你要种树叶哦，你把它放在这里啊。有。哇，这个光线很美啊，好像灵芝，我就种在那里，真的好笑。好了，种好了，种好了，种树叶。啊，这样抠一抠手手，这样就好了，刚刚那样就好。你看这有个大石头，砸爆了，我也没办法砸爆。好，那我们走了。